因為其實我哋你見我哋身後邊嘅醫療級嘅 filter 咧，嗰個級數係比 N95咁仲要高，咁但係嗰啲就唔係俾人去用啦，俾機器用啊，咁所以我哋第一件事就要將佢係個熱 filter 熱 filter 線單歸落去啦。咁我哋而家初步做嘅就去到86%正負5%啦，係啦，86%正負5%。咁而嗰個 pressure drop 咧係可以同平時市面嘅口罩係相若嘅，即係人係可以繼續呼吸到嘅。未有很 concrete 的 experimental proof 去實驗去證明它真的中間那層是有效地阻隔到微粒啊、particles 啊咁樣嘅，咁需要有呢個實驗室的證明，證明它真的有效。用 kitchen paper 是好過完全冇嘢遮住個口啊、鼻啊咁樣，即係起碼有一個阻隔的作用，是減少一些 particles 是去在鼻、口入到身體的。